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正治系教授刘碧荣，欢迎您收看智慧微视频。今天我们谈判锦囊呢，我们想跟各位要谈的是，呃，我们坐上桌子后，我怎么提出我的意见呢？我怎么去 argue？我怎么提出我的意见？我常常发现很多人跟我抱抱怨哈，有些主管呢跟我抱怨，他说底下这些人他只会吵架，他不会提他的意见。那意见该怎么提？ 啊，那这里面当然有很多个角度来看。首先，我必须跟各位讲，怎么提出意见呢？准备的时候，你必须找到一根一根柱子去支撑你的、你的、你的主张。我所有的主张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重要个道理嘛。好，什么叫做道理？比如说，我可能准备，对不对？我可能准备，比如说通货膨胀的数字，比如说市场波动，比如说成本分析，比如说法律先例，啊。 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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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柱子，你要来支撑你的主张，也就是说，你的前期的准备工作要做得好一点，啊，那这些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客观的一些数据、一些证据，你要能够准备。所以，有的人他准备的时候，他是找了一些呃花钱去看了一些付费的资料库，付费资料库去看啊，比如今天我要买铜，那我要看到国际期货市场上铜的这个标这个价格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起伏。 对不对？就是有些资料库不是我们在家里准备，所以有的时候我常讲哈、啊，我们学谈判，谈判到底学的是我个人的我个人的能力，还是我单位的能力？如果是我个人的能力，那那那我自己自己去准备嘛，啊，我个人能力嘛。可是如果是我单位的能力，我们整个单位帮我一起来准备，一起来准备，那一根一根柱子整个摆起来，这很重要。 再说，就要不然你凭什么去提出要求？而且一根根柱子撑起来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提出主张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这些柱子，对不对？我如果要开放给你，我要放给你的时候，我也可以把这些柱子一个个换掉。比如说，呃，通货膨胀的数字因为改变，成本分析改变，市场波动改变，对不对？所以我的要求可能降下来。这是我们在准备的时候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要不然的话，你说你说你怎么你你你怎么讲出来？我们常常让步的时候哈、啊，我们谈判让步，我们有一个害怕，我怕我让步他会认为这是示弱，对不对？可是怎么样子让步而不会让人家认为你是示弱呢？那就是我让的有章法。那怎么样有章法呢？就是我就换柱子啊，因为这些原因，我因为这些这些原因提出我的要求嘛，对不对？那因为这些原因有改变，所以我的要求降下来。 我不会显得无力，我也不会显得没有面子，但是重要的，你先得准备几个柱子支撑，这是我们提出我们要求的第一个准备工作，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或者你的单位现在就去试试看，不然你凭什么你提出要求来跟我要什么东西，对不对？试试看，把你的柱子，先把它摆好，想想，我们下次再见。